我们的讯号源没有再继续移动了，有发现什么人吗？ 队长，你怎么样？生桥的，我们在来的路上遭遇了冥行咒袭击。 没想到这东西这么棘手，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？我知道这附近，但太久了，不知道还……要去那里，必须穿过前面那扇铁网门，但门从里面锁住了，得想个办法从另一侧打开。从商铺进去，应该可以绕到另一边，里头是打通的。你要小心，商铺里面可能还有异种。 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2年前那一场变故后，就一直四处逃窜。最近有消息说，声讯网络被重新启用了，这也是我们与生桥取得联络后的第一。没想到这东西确实不好对付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商铺区域，探影子浓度正急剧升高，那边什么情况？ 撤离点在这边，跟我来，去小区大门。
穿过天网下的破洞，撤离点就在小区里边。蹲下，掩在草丛中，一直走到底。前面那个异种不要出声，等他过去我们再走。蹲下，躲在草丛里走。迷雾附近的异种格外凶猛。队长，你们先走。陈公明，来啊，来啊！别愣着，走。放心。会有事，不好，这边还有异种，快跑！这是过去生桥的老设备了，应该不能用了。居然激活了！长高能这小子一向命大，他不会有事。跟之前一样，生桥传送物资的法子，真是一点没变啊。该拿的都拿上，出了藏身所就不回头了。